大家好，我是刘雨昕，请大家关注 NBA 最前线，选出你喜爱的歌手，我们将邀请他们的主唱登上 NBA 最前线的舞台，你的一票将决定今年 NBA 季后赛推广歌曲的最终歌手。我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礼物，除了有这个 NBA 的专属耳机之外呢，还有你所喜爱的那位歌手的签名照，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呢，还会获得那位歌手签名的篮球哦，大场面等你一起来参与。